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台湾媳妇在美国的无肉厨房。今天我要做的是酥炸菇，将蘑菇下面脏脏的地方切掉，把它散开来，把蘑菇放到水中，水中加入一小匙的盐，把蘑菇洗干净，同时也让蘑菇出一下水，先让它泡个大概十分钟，把水倒掉，再清洗一次。清洗好了以后，把水挤干，准备两大匙的面粉，两大匙的玉米淀粉，加入少许盐、胡椒粉、油，先加一点水，搅拌均匀，再加一点，像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将面糊拌入菇菇里面，用手拌均匀，拌均匀就准备来炸了。准备一锅热油，把筷子放进去，可以看到泡泡，表示油温够了。这时候就把蘑菇放进来炸，炸到这样子淡淡的金黄色就可以捞出来了哦。柠檬，压柠檬汁，柠檬汁加糖，加大概跟柠檬汁等量的水，加一点酱油让它有颜色，再加一点盐，调好以后可以自己试吃看看，看看酸度跟甜度是不是都自己都满意。酥炸菇轻轻松松的就完成了哦，希望大家跟我一起简单做菜，轻松开饭，健康无负担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